来啊，兄弟们，这发现一个大货，喜欢货的朋友双击加个关注，不加关注看不了精彩户外直播哟。咱们再过一会儿就开启精彩的户外直播了，双击评论六六六。今天又在洪湖，咱们干大货呀！今天爆。这章鱼哥钻瓶子倒是钻得挺痛快，钻进去了，但是怎么拿出来啊？瓶子不能再砸了，已经砸碎好几个了，也不能使劲拉，使劲拉这腿就断了。进来的男神女神能不能给个主意，怎么弄？评论一下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双击，看我直播。兄弟们，铁锤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咱们海边有一个古老的捕鱼术，就是拿这个锤对石头砸两下，里面注定有收获。你瞅瞅，果不其然，两只活蹦乱跳的龙尾鱼。听说现在双击有特效，如果手机还有电，麻烦点亮个红心。祝你们年年有余，恭喜发财！喜欢我赶快加。海螺壳啊，诱捕八爪鱼是特别古老的方法啊，但是依然是有效果的。只要长着的时候，你把它扔进去啊，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收获的。啊，听说啊，双击费流量，那就不用点了，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吧。Hello， 兄弟们，哈，沙滩上发现锁一样的小窟窿眼，咱们拿小锄头给它刨出来，然后呢撒上点盐，哎，做个一二三出来了啊，豆哎，这水呢，进来的朋友哈，如果你这个手机有足够的电，给个双击关注，咱们一会赶海直播。